我在想，扛过来！啊，兄弟，你可跑不了，打不了！能追吗？追！ 还打断我们上路，这么皮，哎，还来，留住他！我看好你寒冰，我操，这个给我一个呀，哥！哎呦，寒冰三杠零开局，剑魔痕。 nice，这劫亏的有点多啊，他这个应该亏了两个吧，起码第三个他可能吃到了这个经验。W 挂上，黑一下 AQA， 他要死了。 他交闪了没啊，兄弟？我很需要这个信息。哎，为什么？三杠零啊，兄弟，没道理。拜拜。满血就是斩杀性。BP 回来，一条命打你两条命，哥们儿。操！为什么要砍我呀，小兵？你在干嘛呀？ no， 我丢，我小兵还给我卡的左右摇摆，我人晕了，我从不妥协，哇，我接受不了。 他在干嘛呀？他给我卡抽搐了。miss了，兄弟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塞拉斯，现在我100%团团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咋的？有野吗？ 帮我守啊，末日啊！什么情况啊？刚才我记得你在中路的呀。无处可藏。哎，赶紧把二叔鞋出了，出了我们要去中路吃线了。现在4分钟4杠0杠3，100%参团率。就是我的塔有点可惜。哇，三波线为什么不吃啊，打野？ 别人都是打野故意吃兵，我们这个打野给他吃他不吃，你太守野德了吧？好，速决吧。还有升六了，升六，哎，还没有。 只有傻瓜，这波兵应该升六了。这半血出门不会是伏笔吗？
从不同。兄弟，你三杠零开局啊！不要妨碍我。大盗贼取消他的控制。兄弟，去把我中塔守了呀！这么多线没吃啊！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哇，看得我有点心痛啊！五波线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可行吗，兄弟？上。别让别让别让，那没有，别自信了。哎，这能死啊？我操，姐你在干嘛？你怎么狂打塔呀？我还好这个姐没带爆破啊，带爆破我塔没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自己吃度神不让。你是谁？我操！还有这种好事啊！兄弟，我人都走了，你残血，我这怎么办嘛？我，哇，还有这种好事，那我只能收下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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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去上去上去上！我从不妥协。哇，这劫太过分了！他想他自己吃杜城，不让我吃，他这个 TP 属于是。不要妨碍我！再走有两步，不太确定有没有影。可以出队了，无情猎手已经看满了，那移动速度应该够了。但这个东西，你出完这个东西啊，你加速之后，你打起来就是300多的移动速度，巨慢。怎么样？愚忠对我来说毫无。无处可藏。月了呢？哎，不是，有没有爆破啊，兄弟，来爆破一下。去中路，去中路。哦，我的一塔。谁啊？哎，取消。他想 A 我，然后我们隐身了，他就 A 不到了。哎呀，为什么没想帮我守塔呀，兄弟？
你知道一个中路一直在做事，但是没人去保他的一个，有多心痛吗，兄弟？我抓了12个人，我的塔没人保。那中路是自动放弃还是怎么？快快快！没把握住这个空。这杰高他如果带个爆破两第二次他就已经拆掉了，我没看懂，主要我塔下四五波线一直没人吃，哇这打野这把要是死个他就爽了，他求着想要遇到这种事呢，啊没闪，上网上网上网，啊不会吧，想错人了感觉，OK AD 吃的个 miss 回来我这了吧，兄弟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当他在了，我先走了，有事常联系啊狮子狗，别追了，你真追不到，真不用追，兄弟我跑回去，真别追了，都到家了别送了，好 OK 出现了，哎，家里回城算了吧，哼，想杀我你可以试试，看后面看后面，哇真没人看我，这下子我1000块人头，你以为关键他消失很久了，那刚才他不就在中路出现了吗，对吧，他已经在中路出现了，这就证明主播的猜想差不多，他就是要来拿我1000的。不过沙塞拉斯这个有点不稳妥，杰居然有换，只有傻瓜才会打打打，啊！你怕什么？跳，直接跳吧。你不跳的话，那我跳了。主要我没时间再等了，我得回去了。上塔的钱可不少。Yeah.
不要用 Q， 两次 W 把兵 F6 吃了。下一件出神。无处可藏。怎么打韩服？涂装都变了。这个我们这个韩服看阵容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跟韩服没有关系，我们看阵容涂装呗。阵容加上局势，都把这个局势突木刃就行了。哎呀，杀快一点啊！杀快点无敌，杀快点，我这个名刀就出发了。速战速决吧。这把木刃什么思路？这把木刃就是因为对面这么多，我杀了一个，其他人就会把我杀掉。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出这么一个装备。啊，游走去了也没什么用的。幽梦的加速去了也没用的，我们就可以出这么一个东西。明刀，不要妨碍我，就靠近大招。你们仔细看一下阵容就知道了，去下路基本上会被反打，除了幽梦。去上路，狮子狗，血魔柳，可以把我拉扯到死。最关键的杀一个人，可能还要被换掉。啊，这时候出一下这个东西，可以保一下命。不过这把我的参团率有点高啊，一级团的一个伏笔吧。明刀，救命 ！OK。20分钟，22-2-10。好好享受吧。进攻。对，这把出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前期为了抓人，我亏了太多的兵了。
推了太多兵，我这么多人头，我等级跟杰一样，挺夸张的。其实正在渲染飞行路径，打他呀，不用怕呀。啊，为什么把他卖了呀？杀完人不要动作去，杀不了他几声。毙了。500刚买，不用了，不用换了。这件装备更适合打团啊，但你抓单是没有办法。就比如你抓了个单，你想要去。抓了个单，然后你想跑，跑不了。如果他们队友来了，你跑不了。这一点说实话挺难的。落地，再一个 Q， 人刀复发，拉腿灌闪，再一个 Q， 五杀 ，Penta Q。空中小技人，等一下技能 CAD， 等一下名刀 Q， 直接名刀触发，截出来正好被控五杀 Penta Q 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